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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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今天我们在谈密宗道次第广论乙二，别变大圣丙一，总分二种大圣丁一，分数类。入无上瑜伽教义云，菩萨圣中一有两种，为地及波罗蜜多圣、密咒果金刚圣。一霞达伽诺薄摩说，密咒圣、果圣、金刚圣，皆是咒圣的一名。或一名方便圣、因果圣者，即二大圣一名。如知吉祥论师除二边论所引，圣密受记经营，修因说因法，善转法轮矣。有果圣进道，又金刚圣，一称持名场及细部。因为这一段比较短一点，所以就把这一段念一遍。这一段的意思啊，可以讲就是完全在这个讲大圣里面呢，也分为这个波罗蜜多圣啊，地及波罗蜜多圣及密咒果金刚圣。其实这个就是讲这个菩萨圣及我们今天这个密教的啊金刚圣。那么在解说这个金刚圣的这个要义，在这一段里面，那么我今天呢，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，这个密咒果金刚圣，其实它这个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义名呢，全部加起来。这个重点在这三个圣上面，就是密咒圣、果圣、金刚圣。那么要解释什么是密咒，什么是果，什么是金刚。那什么又是要持名啊？又叫持名呢？这个密咒啊，我们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啊本来就是密教，用密教的法去修行，差不多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密咒啊。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啊，都是要持咒的。那么这个咒啊代表什么呢？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很秘密而且很奥深的，在五不翻里面啊也包含了咒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咒啊是不解释的，这个密咒本身是不解释的。可以这样子讲，就是一咒意识的声音。那么也有这样子解释，就是说这个菩萨或者佛
本身在开悟得证以后啊，把自己开悟得证的一种心法浓缩成为一个咒语，成为一个声音，依这个声音来摄招众生成佛的，就是他的本身的秘密语言，就是密咒。那密教都是要靠持咒的，我们晓得这个一般的显教啊，像净土宗呢，它是靠念佛，那么念佛就是用佛号来摄招众生往生佛国净土的，就是净土宗。那么依照密咒的持念，达到这个自己本身放光融入宇宙意识之中的修行方法，就叫做密咒成、密咒圣。那么咒的本身呢，因为它本身是秘密而且深奥不可翻啊，这里又跟大家提到这个咒音的问题啊，很多人的这个咒音呢、不一样。以前我的师父啊传给我咒的时候啊，也是口传，用嘴巴，他嘴巴念，我听，听了以后我记住，这样子口传的。那么念我念的咒音呢、跟这个一般外面人的念的咒音呢、是不是一样呢？是不同，是不同的啊。我们晓得今天这个持咒啊，我看这个常仁上师啊、莲满上师啊啊，他们那广东腔在念往生咒，跟我的音就不一样。你看我在念这个七遍的往生咒啊，这种音呢、是我自己的音。我相信外面的人在念这个弥陀往生咒啊，这个咒啊是阿弥陀佛的，这个我们在念的七遍往生咒啊，这个咒音是、阿弥陀佛的。但这个咒音呢、其实这个咒音真正传给我的是谁呢？是我的这个大姑，我一个大姑啊，大哥啊，是我自己的大姑哦。他已经往生，他是出家的比丘尼，他喜欢这个往生咒，他经常念往生咒。有一个奇迹啊，就是说本来啊我要开法会的，但临时我出差把我调走了，那时候还在军中。那么我法会开不成了，我就宣布说法会不能开了。但是很奇怪的，我大姑在一面念往生咒当中啊，就看到我回来啊，他跟我家里面的人讲这个法会可以开成，因为我回来。没有人相信的，因为我刚前天刚刚这个坐火车这个南下到冈山啊，到那个南子冈山那里啊，大冈山那里要去那边做测量工程的，我刚刚走怎么可能回来呢？而且那个出差要一个月的，但是他在念往生咒当中啊，看到我回来。我这个大姑念往生咒当中啊，他不是讲我往生回来啊，不是的，是他在持咒当中啊，他也有他的这个灵感。哎，说也奇怪哦，就是他讲说我会回来，当天晚上我就回来。因为在联勤总部啊，在军部里面最高单位突然间发一个命令给我们，说那边的这个啊飞弹呢、不用布置了，那边的取消，就大冈山那边的飞弹起啊，布十二颗飞弹全部取消，不必测量。所以我就因为接到这个上级的这个指示、